请问你住在哪？我住 Bowling Green。你的公寓离 BGSU 大学远不远？不远。从你家走路到学校要多久？10分钟。从你家开车到学校要多久？3分钟。你的公寓怎么样？大还是小？安静吗？漂亮吗？我的公寓很大，安静极了，不漂亮。你的公寓有厨房吗？客厅呢？洗澡间呢？你的公寓有几个卧室？我的公寓有厨房、客厅、洗澡间。我的公寓有3个卧室。你的公寓带不带家具？带什么家具？我的公寓大家具，带沙发、床、桌子。你一个月的房租贵不贵？多少钱？很贵，500。一个月的水电费多少钱？一个月的水电费10块。你用不用付押金？不用。你的公寓可以养小动物吗？你喜欢养小动物吗？不可以养，我不喜欢养。你喜欢你的公寓吗？为什么？不喜欢我的公寓，太安静。要是你准备搬家，你希望你的下一个公寓越什么越好？我希望我的下一个公寓越便宜越好。从 BGSU 寄一封挂号信到你爸妈家要多少钱？从 BGSU 寄一封挂号信到我爸妈家要2美元。美国的邮局卖不卖邮票？卖邮票。美国的邮局卖不卖明信片？不卖明信片。美国的明信片一张多少钱？一张是5美分。美国的邮局有没有送花的服务？没有送花的服务。美国的邮局可以存钱吗？不可以。你会写支票吗？你常常给谁写支票？我会写支票，为了得到好成绩，我常常给我的中文老师写支票。天哪，你喝醉了吗？甭喝了。